Let's Unbox 麦刀锋啊！阿死啊！哇，今日阿死又有好介绍啊！冇错，上亲嚟都冇好嘢啊，系咁读我落坑呢条友仔，正啊呢个。咁啊，要爆箱嘅就系碧哥斯食屎啦！知道，鬼啊！黐线。好，今日我哋要玩嘅就系呢个 Sky X Studio 啊嘅 Tecumseh Blend， 系一个19cm 嘅 action figure 啦，幾乎想講19寸添，好大隻啦，19寸就都係我哋啲80後一個香港嘅童年回憶嚟。係咯，九幾年嗰陣時係。你一講到宇宙騎士啦 ，D Boy 啦，毕加斯啦，啲其實個個都有共鳴嘅，同你講。係啊，啱喎，即係好有細個嘅回憶出曬。又係嗰啲你雖然你唔會好熟或者成套50集睇曬，或者記得曬所有劇情，但係你一講呢啲嘅 keywords 咧，大家啲我有睇過，係我細個有睇過。咁啊，今次呢個全新嘅香港廠牌啦 ，Sky X Studio， 咁啊即係因為好新啊呢個 band， 咁啊預先咧就俾我優先咧就俾我哋咧開個試版嚟同大家玩玩，等大家認識下咁樣啦。哇，好似好有型咁樣喎！哇，正啊，有戰選甲啊，喺呢、這個香港戰選甲之父啊，係啊，呢、這個係有關方面俾我幾個稿嚟嘅嗰個title係。咁啊 ，Sky 咧呢、這個 Sky 大師咧嘅傾力嘅製作啦，咁樣。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啊咁靚，馬上開出嚟玩下先啦。嗌到爛曬聲嘅 ，Pegasus Tixita， 呢個係新川智之第一套主演主要配音嘅動畫嚟噶嘛？哇！喂，大佬點搞？好有型喎、啊，都幾還原劇中個身形嘅感覺嘅，我自己覺得。係咯，劇中嗰啲咧真係好唔人嘅，啲身形又撩又瘦又長，係啊，手長腳長，但係好靚。但最緊要個膊頭夠大咯，我覺得。係啊，因為佢某啲鏡頭咧嚇，尤其是嗰啲 OP 啊，或者某啲大特寫都係交由大張正己老師。某一兩集啊，特別有型啊，通常。係啊，咁你都知道大張正己啲嘢都好唔人噶嘛，咁係好靚嘅嚇，但係比例好誇張。但係出玩具係都幾棘手噶嘛。但係呢一隻咧，我覺得係還原到個巨大膊頭啊，自己覺得。同埋都好重手噶，虽然你咁溜瘦，系因为好多地方有合金成分啦，但系好吉手，咁咪还原咯，都系好尖啊剧中。咁啊，我哋而家手头上呢只系试版嚟嘅，咁啊优先俾大家睇睇玩玩咁样嘅。哇，睇佢啲架撑啦，啊啲脚毛啊，知啊啲鞋啊，或咁同埋咧啲面具嗰啲啊，啲角呢全部都好吉手啊！好锐利啊！喂，但系咧，而家近睇咧，劲多透明 parts 喎，即系个头额头嗰个位置啦。喂，透明之余里面系有件噶噃，冇错啊，有啲内脏噶。内脏咁个膊头呢两个位咧都系透明 parts 嚟嘅。宇宙漩涡系啊，正啊！等再试俾大家睇啊。咁啊，躺呢度啦，呢、這个位咧，呢、這个都系透明 parts。哇！咁啊，用料方面都几多姿多彩嘅。Yes。咁啊，哇，佢个宇宙漩涡好亚定喎。咦，但系都 OK 喎 ，OK 嘅，比想象中系好嘅。因为佢呢度本身都喐得嘅，有一个波桩嘅里边。系咯，都 OK 喎，唔算太阻定。咁啊，只手都可以咁样举起嘅。系，同埋佢侧边咧个架底呢啲咁嘅排气口呢位咧，系全部系有个大嘅边。哇，佢三块牛扒叶咁样，啊可以咁样举起，唔错喎吓。咁啊脚咧。哦，咁腳滑黐線，滑踢到勁高啊！可動係相當唔錯嘅，係咯，超勁，同埋咧真係喐起上嚟亦都係順暢之餘好穩陣，因為咧佢啲好多金屬嘅關節啊，咁啊喐起上嚟都係好實淨，唔會覺得鬆泡泡啊，軟淋淋。泡泡，因為你老友啊，鬆泡泡。係，冇錯。哇！跟住呢個膝頭咁樣一嘢屈上嚟，都係可以去到好盡嘅。係咯，喂，咁啊，而家咧啲兄弟最中意擺啲咩跪地啊、爆地之類之類，我諗佢跪地都 OK 嘅。跪地棄豬啊！哇！喺俾阿死扭一扭之後咧，啊擺輕輕擺啲 pose 啊，哇！好靚喎，真係有型嘅，係即係幾有劇中嗰個感覺啊！即係因為佢個造型其實已經好接近啦，咁啊加埋啲可動個感覺咧，就非常之正。係哇！呢、這個情景咧，如果有埋只皮卡斯俾佢騎住咧，哇！就開心死。誒唔使擔心，呢、這個係將會都會出嘅之後。哇！使唔使咁啊？係啊，有個 gimmick 咧，其實我係好中意啊自己。係 what 啊？就係呢、這個宇宙漩渦，我都迪迦。
好啦，咁啊，大家见到呢度其实有个灯掣嘅，咁啊，系开咗佢先啦。哇，有两盏雷射灯喎、啊。系啦，咁啊，开灯咧就我最中意有开灯兼明。哇，好有型！开咗灯之后，喂，忍唔住啊 ，Bordeca。色系几靓啊！啲眼灯即系绿绿地咧，都几似剧里边嗰、那个，佢射一扎绿色嘅光出嚟。戏里边睇唔到佢咩光，因为佢成堆嘢爆出嚟。咁呢个你就可以清楚睇到，原来佢有四盏波波喺里边发射。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噶。好，除咗着灯之外咧，呢一个产品另外一个比较特别嘅揭秘就系换一啲战选甲啊。话晒战选甲之父，梗系有战选甲啦。系啦，咁啊穿晒窿啊，烧到窿晒呢啲，都应该会几正嘅。啊，因为佢见到嗱，我自己隔住盒睇都见到嗰个色系几靓，我不如即刻换嚟睇啦。好啊，哇，打到伤晒烂晒，好有型、啊。因为咧，其实咧踢卡盲咧，剧中都成日俾人打到一个一皮嘅，真系。系啊，佢每次变身仲生命值硬接噶嘛。哇，但系佢几靓啲上色，即系好似窿晒咁样。系啊，因为佢都渐变黑啊。系啊，咁同埋真系披晒口，哇！那个面具我先中意喎。系、哦，裂晒个面具。喂，睇下啲角，有真系好似剧中嘅感觉，我觉得正嘅。佢嗰啲烧焊位系真系整得好自然噶，即系原本嗰个咁嘅样。哦，跟住呢个话披晒口窿晒咁样，哇，系几靓噶。嗱，其实因为咧。我同阿死爛啫，其實佢本身仲有，仲有好多部分都可以爛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不嬲都玩開就話，誒爛太多啊，太過作狀，即係爛少少似咁樣，我覺得恰到好處，太多啊太誇張。但係喂，即係咧，如果咧識 P 圖嘅朋友仔咧，影完張相咧，有個夕陽西下咧，就好似好有 feel 啊。係咯，咁啊，所以你爛幾多成咧，就你自己中意啦。咁啊，講起食牛扒咁，係幾多成自己中意啦嚇。咁啊，冇所謂嘅，適隨尊便。咁但係啲舊化爛嘅位置咧，係好靚好自然嘅。哇，都真係幾有型幾吸引。不過咧。強調多一次咧，呢一隻咧都只不過係試版嚟嘅啫，即係與正式版係會可能有多少差異嘅。係啦，冇錯，個盒都有寫到會有多少差異咁樣成嘅。咁啊，而家仲收緊訂嘅，咁啊出面其實各大玩具鋪咧，即係去開嗰啲都有得訂噶啦。咁、yes. 啊，成為1080個大樣啊！嚟緊咧，去我見佢之前咧，其實擺展又擺個細佬啦。呢、這個宇宙騎士 Evil 嗰只黑色嗰只啦，咁啊之後又會出皮卡斯啦，同埋一隻咧幾特別嘅就係、是、呢個 D Boy。D Boy 啊，30cm 高嘅 D Boy 啊，咁啊都有啲期待，因為始終係呢個童年嘅回憶啦。Yes. 喂，咁啊，中意宇宙騎士嘅老友就唔好錯過咯。哇，我應該都會整翻只，因為幾靚，同埋加上我中意呢個名字。Break 咁啊，期待之後完成品，我哋有機會就睇下可唔可以再玩只完成品啦。考啊考啊！好，咁我哋下集再見。拜拜。拜拜。如果喜歡我哋影片，就請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 like 我哋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。記住啊，買到變窮鬼。最怕你唔睇啊！我哋系宝箱兄弟。